早晨啊，大家，今日试玩呢只 game 叫做 The Professional， 应该系咁读啦，唔知有冇读错啊？咁啊，你见到画面啦，都大约知系玩咩噶啦，唔知道知唔知啦？咁就系你要扮演一个职业嘅盗贼，就要偷呢个钻石啊！我哋就试玩一下啦，我都未玩过嘅，我系上网见到有人介绍，就 download 咗落嚟玩啦。咁我哋而家试一试啦，我都系第一次玩啦，但我大约知系点样玩，但我唔知点样操作啦。但我唔知点样操作。OK， 嗱有啦，有交可啦。咩左键咩啊？哦，呢、這个系我、哦、右键就系咁样嘅。好，呢个我啦。哦，应该系好似咁系啦。我系用呢个滑鼠咧，嚟拉佢身体唔同嘅部位啊，咁啊可以控制呢、這个。盗职业嘅盗贼行啦，系咪啊？等先，喂，等先，等先，喂喂，唔系，哇 ，OK OK， 啊情况有啲突发啦，等先我要起翻身，哦，等先，哦，应该明啦，哦，即系其实咧就系控制佢啲肢体嘅角度 ，OK， 咁嘅手，好，起翻身，喂，唔系。起翻身先，起等先，起身又点起啊？啊，只手要撑起先嘅，系只手要撑起，系撑起住先，系跟住 hold 住，系啦，跟住呢只手又要撑起 ，OK， 好两只手哦，跟住到脚要撑。脚要撑起，喂，等先，哎，唔系个头，个头向上，好，等先，身体咧，身体有冇控制？哦，身体冇控制喎，啊，等先，只脚要撑起，咩料啊，大佬，只脚要，喂，只脚要，喂，等先，系边个位啊？只脚要撑，哎，有，喂，等先。喂，唔系，我要起身。喂，大哥，唔系叫做瑜伽依家，乜鬼啊？依家先起身，你老母！喂 ，OK， 喂，大哥，咁，诶？咦，我发现咗啲嘢啊！哦，喂有，嗱，虽然佢起唔到身，但我发现咧，我哋依家可以都向到前边嘅。哦，睇先啦，我哋见到其实我哋目标咧喺前边，有粒钻石啊！呢度哇，呢度仲有个箱添，但系嗱，我哋唔到。喂，你就冇得起身咩？喂唔得，用只手好似会越翻越后，我睇先。哇！佢手系行唔到个头咧，喂头反而好似有少少感觉喎。喂乜鬼嘢大佬？脚咧？诶 ，OK， 我怀疑呢个咧就唔系一个，其实呢个应该叫可以叫瑜伽模拟器啦。我怀疑佢系攞嚟俾人练瑜伽啊，系咪先？呢个角度只脚系有冇撑开？撑开。有，哇大佬，即系你咁样做贼，如果啲保安入嚟见到，应该都唔会怀疑你系贼嚟，我相信佢怀疑你系黐线佬有可能。先喺呢个角度个头系咪可以？有，跟住只脚反过嚟，有，哇 ，OK 掂，我知啦，你用呢个宇宙嘅万有引力加埋嘅地心吸力，我哋可以过去啊，嚟啊！等先，唔得，今次只脚要撑一撑先，撑过去，有，跟住呢只伸前啊，大佬，等先，只脚手应该有用啦，依家手有用嘅，手可以用到依家，系，唔系，呢边嚟，喂，唔好翻去，乜鬼啊先，系有，嗱，我准备起翻身啦，同你讲呢单嘢。我准备起翻身啦，
喺边度跌低，喺边度起翻身路，你讲。喂，喂，有，差唔多，差唔多。哇，都几攰喎呢单嘢。行前啲，行前啲，哇！哇，成个成龙咁样喎呢个。嗱，其实依家都差唔多啦，我哋由起点过到呢度咧，都有翻咁上下时间。啊！啊死我忘记咗啱啱系点样嘅咧，先只脚。喂有！哇！呢、這个成龙冇义气啊，怀疑系我开始知道，我 OK， 我依家捉到路啦。咁样嚟到呢度。咬过嚟，跟住只手呢度有，喂唔系，死啦错咗添，只手，喂冇，大镬，重心翻去，睇先，我要将重心去翻，啊，OK。我要坐翻埋去啊，大佬！我想应该系可以呢度俾啲力哦，有冇 ？OK， 得。跟住呢度俾少少向后嘅力，唔系啊？诶，喂，冇。OK， 屈翻手埋嚟，好有哦，我明啦。哎，我知啦，咁样，喂，冇。啊！只脚抬翻上去，喂！等先，呢只脚趌高先，系，跟住呢只手撑佢，喂！唔系，大佬，啊！翻过嚟，俾啲重心喺呢度，重心呢度，呢只手唔好撑住，系 ，OK， 哇！又放烟花，佢庆祝我开始捉到路啦。嗱，只脚上呢度有系，然后只脚上，唔系只脚，睇下先。哇！诶，嗱有啊，嗱，好嚟啦！依家嗱，我而家有感觉啦，我试下身先。呢只脚 OK， 呢度嗰度唔啱，呢度咁样撑落去。嗱，我一嘢撑落去咧，个人就会应该会咁样。抛上嚟，嗱，睇住各位观众，一、二、三，唔紧要，可能呢只脚唔够力。好呢边，啊，我知啦，呢只脚出翻少少，个角度要计准佢，然后一嘢撑落地下，个人就反过嚟。睇住咯，各位观众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非常好。只手咧，只手可唔可以俾啲力啊？喂，有，哦，我捉到路啦，其实真系捉到路依家，跟住呢度再撑多少少得唔得？唔系，哇，你咁样会唔会条腰会唔会断？喂，等下先，啊，依家只我点样转？诶，只手 ，OK， 唔紧要，呢边有，喂，有。哇 ，OK， 嗱，一只脚咧就搭咗上呢个木箱度，咁另外一只脚要借埋力咁啊得噶啦，系啦，嚟呢个位，好，搭埋上去，有啦呢单嘢，哇唔系，我玩到咧有啲热啊只脚，原来都几高难度啊！OK， 嚟啦，睇先啊，两只脚都搭咗落去，睇下可唔可以再多少少呢度？喂，对唔住，啊，睇先啊，呢只脚搭翻落去先，呢只脚要搭翻落去，攞翻啲力系啦，呢只脚可唔可以整鸡鸡攞起佢少少？哦，有，跟住再过多嚟啲，然后搭落去，好，非常好。
呢个姿势依家，然后呢只手咧要顶住，顶呢只手应该可以，系，然后呢边可唔可以俾啲力喺呢一个位置？喂，冇冇，啊，等先啊，喂，大镬，嚟嚟，等先，呢只脚上翻去，伸直少少，系。其实应该可以不理手的，我怀疑嗱呢度慢慢俾力，系有嗱呢度都借啲力啊，唔该呢度系啦，借少少，借少少，好上翻嚟先，前翻啲落落去，哇大镬大镬，呢边上翻嚟，前翻啲落去，只手可唔可以呢边可唔可以俾少少力上翻嚟？可以俾少少，喂咪冇。但不是讲笑，他现在这个动作是很高难度的。看先，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？两只脚在这里，其实应该要用手要，只手可不可以在这里？哇，不好啊，对不起。OK， 不要紧。重新嚟过，唔难嘅，其实唔难。只手咁，其实依家仲好，依家冇乜顾忌啊，可以啊，放心去。我食桥啱啱系点样玩到呢个位置？有，喂有，喂估唔到，咁样反而 OK 喎。有冇？睇先，好，哎，有我知啦，反过嚟 ，OK， 捉住，好。非常靓，非常靓。然后呢边可以俾少少力，系咪，大哥？佢有呢个动作，我觉得只能够讲佢好柔软啊。先啊，我呢啲，哎，有啦，见唔见到各位观众？哇！我同你讲呢单嘢，呢粒钻石，我同你讲，我 check 硬你。好，呢只脚落翻嚟，有。然后呢应该是隻手要比力了，这个时候是吧，隻手比力就可以，哎，隻手比力就可以，是啦，隻手比力，手臂比啲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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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，喂，他现在好像有些人物理治疗那样，喂，但是 OK， 他好像准备要跟木箱发生关系那样，现在有，他真的好，等先，依家要喂喂文武啊！哇，好耐冇玩嗰啲咁嘅挑战性嘅 game 啊！伸直啲，摆落嚟，好。然后我应该依家应该点样咧？睇先啊，伸直啲，系伸直啲。哦，我知啦，只要我将两只手咧同时都伸直咗，咁个人就会跌落去，咁啊。擒住呢个箱，擒住呢个箱之后咧，我又可以再借力扯佢。喂，唔系，咁样，哦，咁样，喂，有，不得了啊！同你讲啊，啊，虽然我依家似饮醉咗酒，但唔紧要啦。呢个时候，只要将你手咁样转过嚟 ，OK， 只脚咁样转过去，呢只脚再咁，呢只脚再咁样转过去，系啦，我哋将个重心啊，尽量向翻前少少。系呢只脚屈过嚟，好，呢只脚屈过嚟，然后呢两只啲手指要俾啲力，呀 ，OK， 诶，我发现咗，其实呢两只脚系冇乜用嘅，可能屈埋，咦，哦，咁我向呢个方向，你咪点，哎 ，OK， 好，前边有三条红外线啊，啊，呢个先高难度，但系难攞唔到嘅。我哋应该系要反方向，系有你唔紧要，继续反方向，开睇住啊！无天下武功，无坚不摧，无快不破。哇，差啲嗱，咁呢下就好考技术啦，睇住。
校啱个角度，校啱角度。嗱，一只手唔够，两只手俾啲力，睇住嚟啊！啊，学下嘢啦，第时你自己玩都可以跟我呢个方法，一定得。我喺脑海入边已经彩排咗几次啦，啱。好，然后嗱，我只要只手一俾力，一俾力，我就可以顺住呢个角度，一嘢。哎，啱啱其实个方向系啱嘅，但系啱啱就嗰个叫做即系要试一试啦，始终唔熟啊嘛，吓，要试下水温啊嘛。好，等下先，等下先。喂，哇，哇，呢招有型，呢招有型。等下先，等下先。喂 ，OK OK， 等下先。嗱，今次利用只脚啦。嗱，今次我哋使用只脚，手啊唔用咁多，其实脚一样系做到嘅，只要你熟悉嘅话。咁呢只脚我哋趌高只脚先，系啦，嗱，然后呢边系差啲差，哎，嗱，差唔多，见唔见到？见唔见到？嗱，嗱，一只脚过咗少少啦，我哋再呢度俾少少借一借力，然后呢边咧。要頂一頂先，哦，你見唔見到？見唔見到？睇住睇住，嗱，好靚啊呢下，嗱，自己攞相機影低又好咩都好，嗱，抄低啦，攞筆記，標準標準，嗱，見唔見到？見唔見到？好似上瑜伽堂 ，Oh my God！ 你睇下你睇下你啊，哇，呢下有型啊，嗱，然後我哋繼續俾多少少力，轉蓋轉蓋，誒，等先等先，如果呢個位膝頭哥係會出事，但係唔緊要，我哋有兩隻手噶嘛。呢只手可以借一借力先，系啦。咁等我膝头哥可以缩入啲得唔得？哎，等先等先。如果而家咁样啊，唔得，咁样系会反方向。咁样盖，再转过嚟撑住先。嗱，我哋呢次咧。快刀斩乱麻嚟，一嘢一嘢 ，OK， 唔够力，唔够力，唔紧要，唔紧要，呢只脚撑多落去少少，好，哇，真系有型，唔系讲笑呢条友，伸过去，啊，见唔见到？见唔见到？然后呢只脚可以，喂，唔好，哇，嗱，我本身就谂住咁样嘅。即系呢个系我脑海入边谂嘅画面嚟嘅，其实系 OK 嘅。依家你见到啦，跟住只需要呢度，就系先呢只手要缩翻少少，诶，呢只手要过翻嚟，唔好整到啊，唔好整到啊 ，OK， 伸直，非常好 ，yes， 然后呢边。俾少少力，系俾少少力，少少得啦。哇 ，OK， 应该唔够高嘅，我唔会整到嘅。然后呢边又俾少少力，哎唔系，诶呢边俾多啲力，诶睇先，哦呢边俾啊唔系，哎喂，嗱差唔多到啊，差唔多到啦，咁多位，嗱唔系呢度俾翻少少力，呢只脚又俾呢只脚俾唔系。睇先，呢边俾，喂，依家点样发力？我想问啦，哎，有，我 feel 到，我感觉到啦，系呢只脚俾多啲力，好，嗱，跟住，喂，唔系，哦，就系咁啦，嗱，唔使惊嘅，一样过到，咁前边轻松啦，吓，冇障碍物噶啦，咁我哋就。先啊，睇下点样可以哦？呢只手要俾力，哎有，哦，其实我知啦，我谂到，哦，我知点玩啦，哇，容易到爆啦！其实校定个角度，呢手爬过去，诶，睇先啊，因为佢手系可以咁样屈过去噶嘛，其实我校定啲位，咁样爬过去，嗯，诶，有佢啦，少少误会，嗱，唔系，其实呢度得噶。因为呢度撑盖，呢度撑盖，撑盖，撑盖，
有有撑佢撑撑撑。嗱，我知啊，我捉到佬啦，撑佢。等先，撑佢撑撑佢撑佢撑佢。有啊有有有，喂你嗱，其实捉晒佬，完全知道晒点玩，撑佢撑佢。你有有有神偷同你讲，我撑佢。喂，唔系叫你玩花式，撑佢。嗱，见唔见到？嗱，跟住今次就到呢只手，撑佢，撑佢，上上，喂，上上。我同你讲，我依家捉到条路。喂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系，喂，转前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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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。只要够快，我相信够快就可以解决。喂喂喂喂喂！效果嚟啫，我专登嘅，但系唔使惊，我已经知道我捉到路噶啦。所以呢度我哋系撑佢，撑佢，见唔见到？好优雅，神偷就应该系咁样。然后呢只手转过嚟，帮手借啲力 ，OK？ 呢只脚屈过嚟，重心好紧要，重心向翻前边。蝎子咁样，然后呢度撑佢，啊，呢度撑佢，哇，仆街，喂，趁呢个机会，趁呢个机会，唔好阻止我，唔使，唔惊拣，但系唔使，我知道其实系唔需要惊佢，只需要。我其实不是想这样的，大佬。等下先啊，我现在应该死，我突然乱了啊！只手手手，喂喂，大哥，向前啊，老友啊，唔系哦，要反方向。哎，有有有有 ，OK， 得啦。手我记得是要反方向，系啦，反方向佢反而向前。喂，唔系，哎。好嘛，前边，喂喂喂，屌你老味，前后你都向后嘅，嗱，喂你乜鬼啊大佬，嗱我向前转，向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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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大佬，就呢只手啊，向前向前，啊我向后，喂喂。喂，你向前又向后，向后又向后，想点啊，大哥？喂，哇，好乸攰啊，唔系讲笑。系咩原因呢？哦，哦，得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重心，一切都系重心，因为地球有地心吸力噶嘛，所以其实只要将重心。摆喺前啲，前啲，前啲，佢就会向翻前。点解？头先我应该系我太心急啫，太心急啫。慢慢嚟，慢慢嚟。欲速啊，则不达。我哋慢慢，其实头有冇得用？喂，大佬，唔好翻过嚟喎。喂，呢只手其实正常，我咁样，喂乜鬼啊，大哥？我试下先，用呢个箱，用呢个箱，然后嗱，破冰转身啦，一嘢踩落呢个箱度 ，OK。就趁呢下，嗱我咧手准备定先，嗱破冰转身你睇过啦，只要我一嘢抌落个箱度，搞掂噶啦，一嘢破冰转身，嗱其实有出咗少少嘅，其实虽然唔多，我再嚟一次，抌过去，好唔紧要，仲有
左脚抌佢，哇嗱，见唔见到破冰转身？阿师，我哋试下慢慢嚟，今次慢慢嚟嚟讲咧，我哋将佢去翻咁样，系去翻咁样，然后只脚收嚟呢边，再收嚟呢边。系啦，咁重心依家就去翻前少少，然后只需要呢只手要再俾少少前啲得唔得？前啲，前啲，前啲，有喂 ，OK 靓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依家进度良好啊！然后咧，继续系呢只手撑起先，系呢只手撑起，呢只手向呢边，因为我哋要。控制翻重心，然后呢边啊，要有一个地方。喂、哎，唔系，唔好咁样。系有啦，有啦。即系呢只脚摆。喂、哎，唔系。诶、哎，点样咧？个头咧？个头有冇用咧？而家个头真系冇鬼用喎、啊。诶、哎，我有。诶、哎，喐下喐下头有啲用喎、啊。嗱，今次我知啦，有。其实差不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真的有机会，真的有机会。只脚摆翻落嚟少少，系咁样。呢只脚都帮手撑一撑，得唔得？系撑一撑先，撑一撑。有。好，然后到呢只脚，一只只脚嚟嗱，哇，撑少少啊，大佬。然后咧，呢只手要伸翻高啲啲，系啦，伸翻高少少。啊，呢只手要小心啊！啊，唔使惊，呢只手我哋可以，我识缩骨功嘅，我可以咁样完美咁样跨过嚟呢一度。是，系啦。然后呢只手继续坐喺呢度，跟住咧就系重心啦。呢只脚举过嚟。呢只手再俾多少少力，系呢边又俾多少少力，呢只手脚屈过嚟，屈落去。嗱，大家去抄低啊，抄笔记啊，标准嘅过关嘅方法，跟住再屈过去，唔可以快，原来都系要慢。嗱，然后呢个时候咧，我就一拎起呢只脚咧，个重心我就向前，向前我就完美过咗呢个 X 杠噶啦。睇住各位观众。嗱，呢个要再过翻啲啲，但系因为重心要再前啲，好睇住一二三，靓喂喂，呢个 cam 个物理唔系好够真实啊，即系佢可能 get 唔到嗰个重心啊，但系好彩我都留咗一线嘅，啊，凡事留一线又好相见，我啊暂时冇事，而家撑翻起个人先，然后呢只脚叫，诶、哎，其实冇乜嘢嘅，我呢脚要撑翻起，撑翻起。撑翻起，见唔见到？嗱，其实一样嘅啫，跳跳大佬通罗马，我一样系过到。嗱，咁我今次咧就唔玩嘢啦，真系认真啦，认真睇下点样过俾大家睇，示范俾大家睇。嗱，见唔见到？我哋一步一步嚟呢度，咁样系啦，咁向前咯，我呢只手再俾啲力，佢又向前咯。嗱，就咁简单啫嘛，只 game 搞掂噶啦。等到时玩嘢时候，记住我口诀就得噶啦。系啦，嗱，一嘢撑，诶，嗱，唔得喎，依家。点解呢？因为你系手嘅问题啦，可能。诶、哎，好唔紧要，系呢边。诶、哎，喂，好唔紧要啦，冇事。诶、哎，只脚，只脚，只脚，系只脚，呢只脚摆埋落嚟，好，非常好。呢只脚撑一撑先，系撑一撑。其实呢只手帮一帮，呢只脚撑一撑。呢只脚又落去，系落呢度撑一撑，呢只脚继续落翻去，好呢只脚撑一撑，呢只脚撑一撑，诶诶，撑一撑，啊呢只手啊手前啲。喂，点解佢会自己系咁向？喂，你依家咩拉筋啊，大哥？嗱，咁啊，全部前翻先。
全部前翻，系啦，诶、有 ，OK， 好，呢度放落嚟，上去，放落嚟，上去，嗱，我分分钟揾咗个无敌嘅方法啦，依家上去，系啦，咁样利用少少，嗱，我个头都有啲关系，个头要哦高翻高啲，好，上去，嗱，见唔见到？见唔见到？嗱，个头啊，个头原来你以为最容易忽视嘅地方咧系好紧要，嗱，我转咗头之后咧，我依家同你讲。好劲，见唔见到？见唔见到？见唔见到？我依家完全掌握咗，等先啊，慢慢嚟，慢慢嚟。哎，我知啦，我楼梯级又唔同嘅，楼梯级就要楼梯级都唔难攞唔到嘅。好，差唔多啦。OK， 好呢度又照旧，只手撑一撑先，撑一撑。得唔得呢手够唔够力？够唔够力？撑多少少得唔得？俾多少少？俾多少少？俾多少少？系好，然后呢只脚要落翻嚟，借一借力帮手啊，屈翻少少。好，好呢边都屈啲啲，系啦，然后落翻嚟少少，角度调整下，系帮手俾啲力。呢只手要睇先啊，呢只脚落翻嚟。重心踩好，两边踩住，然后呢只手要帮唔帮到？呢只手帮唔到嘅，呢只手帮唔帮到？喂喂喂喂喂喂！我惊唔紧要，其实我大约捉到佢个窍门噶啦。啱我人系点嘅咧？好似系咁样噶嘛，吓，只要系咁样，系啦，然后只手见唔见到？好，其实转咗嚟呢度反而难过啲，好似，啊呢只手咁样撑起先，系呢个手咁撑起，呢、这个位好似唔得唔得，依家咁样系向后，有咩方法咧？呢脚可唔可以借唔借到力？呢两只可唔可以借到力企起身？能唔能够企起身？你哋可唔可以？喂，睇下先啊，有，今次呢度踩住。踩，哎呀，我知，哎，咁样踩都得喎，可能，然后又唔得喎，哎，哦，我可能 OK， 有好大机会，准备一下过关噶啦。撑翻去后边先，后边系后边，然后呢度都要去呢度，然后两只手可唔可以帮下手？两只手可唔可以借力？哦，因为只脚太高啦，个低翻啲，系啦，要离个地下低翻啲，如果唔系手啊借唔到力。啊，见唔见到啱画咗一下，行咗好大步啊，跟住再咁样，见唔见到？哇！有啊，见唔见啦？见唔见啦？向前噶，咁依家就系呢只脚唔好挡住个楼梯得噶啦。好有，然后呢度继续画佢，呢脚要上翻啲先，系啊，因为呢两只脚依家咁样挡住楼梯，好，继续画佢。我哋可以一只脚上咗去先啦，一只脚一只脚咁搞掂佢。嗱，呢度可以撑高少少得唔得？系撑高少少，然后借个力过去，借个力过去，撑过去，撑过去，撑过去，
哎有见面到撑佢，撑撑佢，上咗两级，上咗第二级，第二级撑佢，撑佢，撑撑我第三级，撑佢，我一份撑佢 ，OK 第二级撑撑好第三级撑。哦，要阴力，其实要阴力，要阴力，阴力。第四级有啲难喎，哎，系啦，阴力，哇哇，系咁喺呢几级度，只手有冇帮下？只手有冇帮助？只手调整下只手，个头咧，个头唔理啦，撑开，喂喂喂喂。嗱，唔使驚，個方向其實應該啱嘅，穩陣啲，調整翻先，唔好反咗佢，教翻係啦 ，OK 嘅，其實依家咁樣可以嘅，可以嘅，唔使驚，一隻腳趌高咁樣，啊啱，只左腳都攰啦，我哋今次用右腳撐佢，撐佢，哎。今次可唔可以？然后呢只手帮手俾少少借一借力，系啦，呢度都过嚟，唔好，哇！大佬，好难喎，突然间好似，哇！你唔好越行越后啊，大哥！哇！啱啱差少少，喂，死啦死啦！啊，重心唔啱，只脚摆翻呢度系，跟住呢只手摆埋过呢度，好，哇！成个 Matrix 咁样喎，依家避子弹喎，啊，唔好玩呢啲啦，依家摆翻呢度，哇哇哇哇，有啲大镬，有啲大镬，依家只脚。喂！哇！个头到底有乜鬼嘢用？我想问啊！啊！喂！等先，我依家点样？哇死咯！依家咁样，我应该系要喂唔系喎？依家呢位好尴尬喎，老友。等先，我要唔应该咁样，只脚伸翻直。哇！喂，对唔住。OK， 哇！我退咗啊，突然间，我真系退咗，唔系讲笑啊！我冇咗个斗志啊，依家，哇，好热啊，仲要越玩越热呢个 game， 黐孖筋！哇！我突然间觉得好唔识讲啊！我整个脑现在是不要想到东西，不是讲笑，我忘记了刚刚的东西。哎你的头咩？哇，我真的个人，我现在内心是不知道怎样啊。一刻应该是撑一撑，不是不可以撑，哎，有少少的，OK， 应该这只手可以帮一帮手，帮手
喂，唔係幫手，唔係叫你搞亂檔啊，大佬。撐佢得唔得？撐佢得唔得？誒、哎，有呢度可以落，呢、這個可以落去撐住先。OK， 有落咗地，然後優雅嘅姿勢。Oh my god！ 好，然後呢隻手都擺埋呢度啦，好嘛 ？Oh my god！ 見唔見到啊？有少少可以。Oh yeah！ 然後繼續。这个时候其实这只脚都可以过了，这只脚过了就可以给点力放下手，然后这只手就跨过去，跟住呢这些脚可不可以给少少力放手撑一撑，不得，这里呢都不得，非常好。喂喂喂，对不住。有哦，我呢个位咁样，哇，有啲危险。呢只脚哇，佢点样整都好似系向后嘅，我向前咩，大哥？好，呢手依家咁样，又系哎，好，好似得喎。呢手依家撑得住嘅话。我又可以俾啲力，哇！呢就系 high 到，但系呢边嗱，我搏一搏啦 ，high 到睇会唔会垫翻我前边？哦，点解？点解？我真系好沮丧，仲要呢个唔系直播啦，你录播玩呢啲系更加难坚持，我想讲。又開始忘記咗要點樣玩啦！啊，好似係 OK， 重心喺前邊，隻手擺翻去後邊。唉，我真係暈啦，大哥！我即開始有啲後悔 down 咗呢個 game。如果唔 down 呢個 game， 我就唔使咁辛苦。依家仲要玩咗差唔多大半個鐘。停油好似唔系咁好，啲沉没成本。有冇咁难吓？喂，点解突然间又过咗嚟啊？喂，其实，哇，喂，其实可能咁样会仲容易喎。你唔系咁样过到系嘛？哇！盲拳打死老师傅啊！死啦！啱只脚系点嘅咧？点样维持啱嗰个好似又飞到过去？定系手要摆翻好佢咧？嗱，我哋依家研究一个方法，睇下咩姿势咧可以飞得最远啊！直接咁，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撞彩飞过去？好，依家就用呢个姿势，咁样啱系边个姿势会弹起咗咧？诶、欸，哇！大佬，你唔好吓我啊！嗱，你坐翻低先，有咩事慢慢讲。你唔好吓我啊！唔好啊！唔好啊，大哥！有咩事慢慢讲。有咩事真系慢慢讲。你唔好吓我，我真系我接受唔到啊，大佬。系啦，系非常好，撑撑撑，你可唔可以？系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？哇！吓到扑街，同你讲，我几惊你翻翻去伤后边啊，大佬。等先，等先，到底啱啱系哇？冇唔好先？诶 ，OK， 狮字形嘅姿势，然后系可以飞到好远，可能。OK， 得，有机会啊呢、这个。哦，狮字形。O.K. 等时唔使惊，我已经知道啦。只要将个人变成 C 字形，
咁就有飞到好远嘅能力。诶、哎，仲可以向前爬添，依家好呢下睇下可唔可以一嘢屈佢，一嘢屈佢，有，唔紧要，得啦，谜底解开，狮子型就系最好嘅方法。OK， 狮子型，然后咁样。因为佢嗱，你发现咧，只 game 咧，佢设定咧就专登将你整到你，等你每次电完你咧，你都唔系狮子型，佢就唔想你用一个最佳嘅情况过到呢个关。但系可惜已经被睇穿咗啦，狮子型系无敌嘅方法。好，我哋一研究系到一向前，只手要向前揈定向后揈啊？我哋一齐向后揈。嗱，向后揈其实都好大机会，向前揈。认真啊！咁多位，等下先啊！反而唔好太过惊，放胆啲去转佢，咁就可以。哎，唔使惊，继续呢个位，呢个位，放胆啲，唔使惊，放胆啲，顺时针，差唔多啦。我话要头可以高啲，今次嚟，哇，唔使惊，放胆啲，猛拳打死老师傅，喂，唔使惊，我同你讲喺边度跌低，喺边度起翻身，唔使惊，哇，见唔见到咁多位？粒钻石就喺我前边啦。喂，观众，嗱呢度就反而要小心啲啦，呢度要小心啲，准备啦。其实基本上就咁样转下就可以过到关咯，我怀疑。但我哋咁样过关就太冇瘾啦，啊，临尾我哋要攞翻啲技术出嚟。哇，几有型我而家望住粒钻石，几有信心呢个样。好，我哋先啊，企翻起身，哎，哇，冇事啊嘛，你个头好，然后跟住再加埋两只手，睇住啦，见唔见到？我似非洲大草原上面嘅狮子，望住咗猎物一样，一间照我一嘢俾力咧，我就会扑上去，就攞到粒钻石，咁多位睇住啊，我踩，差唔多，跟住再嚟一下，哇，嚟，哎 ，OK， 见唔见到，撑少少，我粒就攞到粒钻石，呢、這个时候我呢只脚要俾啲力，系有，再趌高啲。唔系，趌高啲又唔得喎，啊，因为呢边哦，睇下先，呢边要俾呢个做，系啦，做个支撑先，系，跟住手都要做支撑。喂，唔系，好，伸翻上少少，伸直啲，撑起，呢度都撑起，跟住呢度都撑起。起翻起身啦，终于可以做翻男人啦！依家系呢度，喂，等，佢好似中咗一枪咁啊！依家好，头摆翻嚟先，喂，唔好，睇先啊，重心一奇怪咗添，唔紧要，我哋反个圈，哇，喂，等阵，唔使惊，记住，狮子型。
无敌嘅。好嘅，施正，然后，等下先，瞓低先。佢啱过，啱过位，好容易跌落楼梯。哎，哇！呢下靓，呢下靓，同你讲，我只要一个蜈蚣弹起身就可以攞到啦。啊，但系可惜佢应该冇学到，但系唔紧要，见唔见到？可唔可以攞只脚撑爆个玻璃？应该要撑爆玻璃嘅。等下先，重心好紧要。好，啊，只手呢度，哇！诶，唔紧要，我而家咁啱个人系狮子型嘅，狮子型就系无敌嘅。有，我睇嚟都系要唯快不破呢单嘢。好，我高啲，望住个镜头，唔系望住个钻石。我哋依家咧就要点样呢？都诶、哎，见唔见到？见唔见到？越嚟越近啊！同粒钻石，唔系讲笑啊！下一步咧，呢只手可唔可以再近啲？有冇？哇 ！Oh my god！ 喂，等阵先，你唔系同我讲，我要翻去系嘛？咁但系翻应该唔难啦、啊。翻轮都冇乜难度啫，系咪先 ？OK， 咁啊，行路嚟讲啊，个都识噶啦。首先啊，左脚夹起，差唔多啦。然后左脚跟住又到个头啦，啊，用个头嘅摩擦力，诶、哎，见唔见到？见唔见到？嗱，用个头嘅摩擦力翻去有几难咧？你睇下，翻去几容易？哎呀，只要个头够劲啊！你睇下，点解要戴头笠系咁嘅原因啦 ？OK， 睇先啊，攞翻嚟先，系。差唔多。喂，啱又乱行又向，见唔见到？啊，我用个头嚟过啊，今次。OK， 得啦，系轻松。你睇，嚟到呢度我先用我真实力。好，睇住啦，转。见唔见到啊？见唔见我去同埋翻嚟嘅分别啊？我去咧真系全部效果嚟，但我翻嚟咧就真系用真实力噶啦。依家 shut 嗱，重心跟住就我成日讲嘅重心，只要一跟重心一向前咧，我成个人就会顺住嗰个力咧。嗱，其实你见唔见到？一切都系我掌握之中 ，everything under control。See？见唔见到？面不改容啊！呢单嘢 ，OK， 嗯，我啲手仲有冇得噶？如果电到钻石会唔会跌咗咧？唔会啩？诶、欸，又忘记咗啦！狮子型啊嘛，狮子型大法，冇嘢难到你。冇嘢难到我，冇嘢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唔系狮子型嚟噶 ，OK， 好，教翻狮子型先。只脚出翻啲，好落翻少少。然后呢只手好似要点嘅咧？呢手要伸直噶，系嘛？咁样噶嘛？跟住伸直，然后我哋就咁样，啾，游水咁样，见唔见到？见唔见到？就系咁简单，呢、這个伤直接过埋佢，同你讲，
哎，个人唔系狮子型啦，又忘记咗啦，唔使惊，转翻啊，类似狮子咁样。好，呢只手伸翻直啲，好，非常好。睇住嚟，睇我点样直接直接过，唔俾面啊！翻去庆功啦，准备要翻去庆功，翻去庆功，翻去庆功，差唔多，空间唔够啱啱，空间一够同你讲，嗰度力一嚟到，就系咁简单。好，嗱嚟到呢度啦，就用翻啲技术，唔好再靠猛力啦，双手扶住，咁样。是又我成日讲嘅重心好紧要啊，系继续呢度再继续，哇！嗰粒钻石，我而家先察觉到粒钻石其实好大粒噶，继续，差唔多啦，差唔多，好啊，搞掂，然后重心向翻前 ，OK， 然后呢只手都系，呢只手一收埋。向前，唔好收埋，伸直，向前，咁样见唔见到？见唔见到？一日俾啲力，借力，哇哦呀！咁啊，赢咗啦！其实呢度基本上冇可能咩啦，一片平地，其实乱玩都过啦。咁但系我哋就认真少少啦，依家重心，重心记唔记得？好紧要，屈翻落嚟，屈翻落嚟。然后咧手咁样，嚟啊！再咁，哎，只手咁样，呀！然后咧手又再转翻落嚟，跟住重心又要向翻前边，只脚撑一撑，呼！哇！咁啊，啱啱好一个钟都唔使啊，57分钟啊，咁啊计埋中间有啲放烟花，我等佢放完咁样搞掂。OK， 咁今日咧就试玩呢只啦 ，The Professional， 咁啊都 OK 嘅，几得意嘅小游戏啦，咁啊唔使钱啊，冇咩要求啦，咁都唔错，几有谂法嘅。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啊可以玩一阵间啊，试多阵咧就好快闷啦，我相信。就係咁樣啦，咁今日條片到呢度啦，咁多謝曬咁多位，多謝 Luke 嘅 Super Chat， 再見，拜拜，及到位。